桃李不吃牛，他跟另外一个有一好朋友。我刚想说这帽子会是陈恩还是谁，结果看那个肤色，没办法，人长得没有你那么帅，要靠靠脸皮对的。And I said,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could lose all your burdens? Yeah. And I said, 你们主要是度假的。如果摔倒的话，我要拍下来。所以还是不要常常出轨好了，偶尔出一次就好，不要常出。